洗头吗？没有洗头，我就是算了，一会儿今天还洗头啊？今天嗯，想洗就洗，不想洗就不洗。外面有没有洗头的？我洗不动了。楼下就有洗头的。现在还开门吗？嗯，开不开门我不知道，但是吧，如果有粉丝的话，他们在外边拍我洗头时，洗头实拍怎么办？洗头直拍，洗头风。哼哼，那不挺好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那可不要了，这钱又不贪我赚。哼，这个不能敷太久，只能敷。你还敷膜？对呀。嗯，赶紧的。你卸完妆之后我就把它洗掉。我卸妆你还不知道有多快，五分钟。你计时吗？哼，我周日有点大。哎呀！哎呦！你自己来，你拿那个什么垫夹板，我的嘴巴都要笑干裂了，我嘴巴不小心涂上了，好难受。我真的要急眼了，怎么扎个头发扎成这样？浴帽怎么绑头发的？就是那么绑的呗。吧，不好三十，我赶快 P 图了 ，P 完图之后去洗脸了。没做核酸呢。哦，对，还要做核酸呢。是啊，我也在想外套去哪儿。哎呦，在我背后。刚想说去哪里呢，一回头再发现在我的背后。哦，你把水弄到卸妆包里了。啊？哎呦，刚糊眼了。你倒掉，把那个倒掉。这里到处都是水。真的。我错了。谢谢，会努力变成可爱的小姐姐的一叠，不好意思啦，让你先看到我也没有变，这也确实变挺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也要走了，朋友们，那我去洗脸了。